男人拽个屁呀、啊！想要挑百分之百，不是百分之百，是一百分的女友。世界上有一百分的女友吗？男人们，你们自己几分？我们这题主题不是这样哎。I know。喂，好不容易做一个你知道香喷喷的单元，香喷喷。我们以往都是，我们已经做了几集，从一堆那个超壮的、超高的男生出来。我像个怪怪的人在旁边一样，太多集。节目就是我主持的，我想怎么开场就怎么开场啊。OK， 那我们欢迎男来宾出场。就是男生们呢 ，always 会觉得说，哦，女生一定要怎么样，会煮菜要甜撒娇，叭叭叭叭叭，废话一堆。对。然后我们今天就只好配合这些男生硬做一下这个题目。我真的已经硬做了。对，就是好女友争霸战。我觉得是每一个男生他自己心里都会有一个完美女友啦，就像女生也会有一个完美男友的标准呢、啊。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是，对啊。但是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女生真的是质感都还不错的，非常高，而且几乎搞不好可以九十几分女友。对，然后我用余光稍微瞄过去那边，我想说，有需要做这集吗？等一下，瞧不起宅男是不是？等一下，瞧不起宅男啊？我没有说他们是宅男或不宅男，只是说他们就是感觉很素，很素。哎，你们有点反应好不好？算你们素哎，真的很素。他们确实。快快，都这样了啦。所以马国贤，你要就是以就是男性长辈的观点，带领江湖中的 leader， 男性的 leader。对，敢当敢当敢当，太多太多人。你心里应该有觉得说哪样的女生就是真的分数很高？可是我觉得真的跟年纪有关系，应该像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要想交女朋友就想说啊，长发大眼，然后很会聊天，很可爱，很会装 cute。可是现在到这个年纪，觉得就像你讲的，男生要求那么多干嘛？你跟我聊天，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可是因为你后面那些应该都是低吧？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刚麻烦把那个麦克风给后面那位长者。你先是把女儿先把一个人家再去。其实我42岁了，然后42岁还单身？没有，我不是单身。对吗？你有女朋友？我有女朋友。所以你今天只是来评鉴说，到底什么样在你心中是你曾经幻想过她是最完美的？可以这么说。其他看起来都是年轻人，还有超过40岁的吗？哦，哎，这位看起来还白白净净的工程师。哦，我不是工程师，你是什么？我是 PM。Project Manager。哦，哇哦！所以你几岁？啊，我已经快50岁了。不可能！保养很好哎。真的还假的？放松啦！你是用什么产品啊？真的还假的？小黄果拿出来，快点！我们开始进入了。保养超好哎！你先生，你想真的还假的？对啊，我下个月就要满46岁了。那跟我们还是有差，好像是49一样，已经过了45岁了。所以你现在有女朋友吗？有，我有女朋友。然后你女朋友1到10分，你给她几分？9分。所以差那1分什么？因为人总是会有缺陷嘛，就像我也有缺陷啊，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会稍微挑剔她一些事情。对。旁边那个应该是国中生吧？确定吗？37岁好不好？你几岁？37。所以你有女友吗？哦，我没有。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啊，我觉得目前看过去像吴宇轩一样，我觉得他已经直接挑选嘞，开始选了。哦，我都有看他的那个节目，像那个之前节目还有像那个眉飞色舞。我看到前面，我觉得很棒。所以你是他的粉丝哦？对，他那个他们球队活动，然后或是有那个活动啊，我们会出去帮他应援。应援哦！哇塞！我有一个，就是你知道，他这样讲的好像支持我，可是我没有看过他哎。默默支持站在后面。对啊，潜水的啊，他在人群中很容易就是会看不见啦。下次站前面一点。还有谁是谁的粉丝吗？这位最角落的陈先生。俊霖。你多久没交女友了？还没交过。你几岁？33。到现在还没有交过女友。对。OK， 我们大家为他祈祷。希望你可以交到女友。好，那我们现在呢？大家先冷静一下哦。我们现在先请5位女生示范一下，你们在家等男朋友回来，是，然后男友回来之后，你们会用什么方式迎接男友？哇，这个很重要。对，
男朋友辛苦工作一整天，回到家看到女朋友的女朋友给的第一句话跟第一个反应，你应该心里也有一些幻想，是希望女友给你什么反应吧？我想象的中的样子就是，我可能一开门之后，桌上已经摆好一些小食物，然后他就这样，哎，你回来啦，然后就放下来。然后一转身的时候，我发现哇，没穿裤子，他只穿了那个围裙，里面什么都没有。Holy！然后有，然后酒已经都倒好了，倒好了，然后有一个小香氛的小感觉，哦，有音乐，有音乐，哇，音乐是龙包，龙老，绝对不是，不是龙老。好，准备好了没有？要看哦、喔。我们一个一个来哦、喔。不要随便乱动心 ，OK？ 好，那就从我们以轩。以轩，顾以轩。咔咔，啊，回来了。明明回来了。有距离的，你太真实了。我会钻他，然后我的猫也会一起来钻他，所以会在他身上这样钻哦。对啊。猫性女友。对，我是猫性女友。Oh my god！ 那位先生，鸡皮疙瘩。双手给赞，对，双手给赞，谢谢，谢谢，来一个中了，来一个金字塔，金字塔，好听话，好听话，张凌志，你可以打得过他，张凌，不能输啊，你来，哦，回来了，你回来啦，三号，有点弱。露腿啊！我跟你讲，看似荒谬，不过右边发出一点哇！有发出过的人，你看过腿吗？那个 Gary 旁边那一位同学还好吧？你心情有不好吗？还是原子少年没上？没有，是有人逼的。好像有比的，家里有。等一下是困了累了，还是心情不好，还是被我们节目逼来的？没有没有没有。你真的有想要录节目吗？真的真的。哎，他们这个很难来的，你知道这个是全部他们都是上网报名的，海选哦，海选。你们我们有上千位，最后选了他们。你们是自己报名的？啊？那你为什么那个表情？感觉很无奈，被逼来的。害羞。然后那个对不起，他想对不起哎。没关系，我只是怕你录的好像很无趣，我想说是被拉来的，意兴阑珊的感觉。OK， 好，那刚刚那个会不会觉得太老派？摸腿，有点，有一点老派哈。年轻人不行。OK， 好，好了，林莎，林莎，我很期待你哦。我也好期待，我也好期待。好，好了，来了。嗯。啊，好累哦。老公，你回来了。我先是老公，我会直接，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跳到男友身上，我会是很雀跃。可是万一他手上大包小包的什么的，如果他手上有拿 iPad， 我还是会，我有时候是跨脚会在这里。如果他刚主持完回家，你跳得准哦。主持没有，超准，一定是他腰吗？一定是脚，对，一定跨到。认真，直接跨上去。你是不是很希望我 Q？ 对，今天裙子啦不方便。那你拉一点点。不要。比较活泼的那一种，就是让男生以为就是哇，会让他好可爱。对，就像他今天心情不好，看到我就马上心情会变很好。真的，无尾熊系女友。对，他一个是专真真爱，一个是无尾熊。无尾熊应该都有人喜欢吧？超爱。好 ，OK， 好，谢谢。开印图。哦 ，baby， 我回来了。baby， 我好想你哦。我是喜欢。直接轻轻的，走轻轻路线的，然后就会说，你今天会不会很累？哇，我帮你按摩。哇，我融化了，我融化了。对，这位处男先生，喜欢哪一种？单身，不太单身。你到目前为止还 hold 得住自己吧？可以啊，可以哈。有没有选？已经到有选到喜欢的了？林莎吧。星系林莎。无尾，你喜欢无尾熊是不是？那还不错啊，那蛮火锅的。喜欢火锅，他有喜欢那个印主，刚回家就直接来一个 bird 的，有没有？太激烈了，太激烈了，太激烈，因为他没有交过女朋友。他刚刚说才几点，还是说？他是小菜一点，你说才激烈，太激烈了，太激烈，才激烈，太激烈了，太激烈了。奇遇的，来，啊，好累哦，回来了 ，baby。宝贝，饭煮好了，你要不要先洗澡？啊？要吗？可以不洗吗？我可以不先吃饭吗？不可以。为什么？
因为你要先亲我才可以吃饭。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要说不行，你要先吃我。我以为我以为是应该说，因为我们俩要先一起洗蹦蹦啊。那他想要先吃饭不行吗？就重点不是那个你要先做什么啦，重点是说他说什么你都要说。不行，因为你要先亲我，这样多吻那种，那跟硬竹是有点类似的款式，对，有点对，就什么都要先说，那先亲一下。可是因为硬竹有很常健身，他刚过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要掏我一下，因为我要把你扑倒。太常在健身了，对，太常遇到。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聊一下那个。一百分的女友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对，我觉得一百分的女友，因为每个人的要求并不一样，喜欢的并不一样。我觉得第一点，很多人都觉得很在意，就是这个女友绝对要幽默风趣。你们觉得自己是幽默风趣的女生吗？我觉得算吧。所以林莎不是吗？我觉得我是要在熟的人面前，跟在男友面前，他懂我的幽默，我就会是很幽默的那个人。对，可是但是不是可能随随便便就是可以幽默给别人看的。就不是讲笑话那种型的。对，张琳应该也是很随性的，就是开个小玩笑那种。不会，就是各种调戏的那种。调戏，那就来了啊！随便调戏那个处男好了。处男。俊霖啊，俊霖，俊霖，俊霖。就是我有个秘密想要告诉你。请说。不过太可爱。不过需要嘴对嘴的告诉你。比如说我们去看完一个电影啊，比如说看完《奇异博士》，然后可能在家里，然后我就会可能这样突然间这样，如果他今天跟我吵架或什么，然后我就这样，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我现在做出一个新的时空啊，跳到那个时空，不要跟你讲话，这样我都会用这种方式。然后男友就觉得你很可爱，然后就吵不起来，用这种无厘头的方式，然后或者是把什么，如果在家里发现一件很奇怪的衣服，就可能套在头上，然后就说我是新来的这个什么什么战士。咸蛋超人这样搞笑，然后就在他面前这样子弄他，哦，这种蹭这样，这如果是宅男，应该很喜欢吧？怎么那么没反应？怎么没反应？还好，没有喜欢这种吗？全场安静，才能这么挑，真的很可爱，你们也太严格了吧？对啊。Ray， 他们好难，你们觉得那幽默是什么？把麦克风给那个 Ray， 好难听啊！你几岁？这 Ray 好严肃。我35岁。你35岁交过有女朋友吗？有。然后刚刚那个你觉得不行？对，因为咸蛋超人不是我的菜。请问一下，您喜欢的动漫是什么？情趣迷豆子。JoJo。JoJo有中，你看。JoJo有中，我就是宅男的菜啊！啊，不是，你是宅男的菜，也不是我跟他们一条心的啦，JoJo啦。那没关系啦，奇异博士嘛。奇异博士，那奇遇呢？奇遇博士来。是那种幽默好笑，就是可笑、荒唐可笑。我本人就是一个笑话，因为我觉得像我在外面虽然是财经主播很专业，但我是回家就金鱼脑，3秒钟就可以把事情忘掉那一种。然后比如说像我家不是就那种很多电灯嘛，就9个这样一排。然后如果男友说，哎，你帮我开一下那个餐厅的电灯，然后又有壁橱的电灯、餐厅的电灯，什么是电灯？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这样按，就会东亮西亮，东亮西亮。然后我男友说，现在是DJ 夜店场控是不是？然后我就这样顺他，因为我很会接男友的梗，然后我就这样 ，Yeah， 起来狂按，下 ，Everybody， 我就说先生贵姓？要秀舞吗？他说秀舞是酒店，不是夜店。我说我搞错了 ，Sorry， 就是会类似这种，所以这种马国贤应该觉得蛮好玩的。我觉得我也想这种，你就会跟他有玩笑。现场男生应该会接得起来吗？你们可以跟他玩起来，可以 get 得到我的点吗？你懂吗？真的假的？下若说下，你若说这是干嘛？你是夜店啊？他就说对啊，下，你会怎么样？跟他一起
shot 你要加开酒啊。但是问题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所以我也不太晓得现在有流行什么歌。没差，重点是在家里那个气氛，情绪，只要不要把开关玩坏掉就好。好，等一下呢，我们除了在聊天当中呢，我们会请那个每一个女生会去换上他们觉得男生一定会喜欢带他出去约会的服饰，对，战袍可以说是他们的战约会战袍，约会战袍，对。哇，好刺激！所以等一下，你不但会听到女生撒娇讲他们的故事，还会看到曼妙的身材。哇！有酒今天是赚到了。终于，终于活过来了！再给我装死试试看，还有活力，有反应了，有反应。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开启小铃铛哦。